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nny， 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之前去韩国首尔十日嘅行程。今次系我第一次拍 vlog， 如果中意嘅记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同埋 like 我嘅 video 啊。由于今次我哋搭早机，所以喺禁区入边开嘅嘢食都唔算话太多，都系求其拣咗啲嘢食，填饱咗个肚就上机啦。隔了三年，终于可以来韩国了。由于现在韩国已经放宽了隔离措施，入境也都不需要再做检测，直接 download QR code 就可以了。过完关拎好行李之后，就可以准备出发去搭地铁。在上车之前，记得买张 T-Money 卡，它就好像我们香港张八达通一样。不过这张 T-Money 卡呢，我都不知道人生买过几多张，几乎是每去韩国都要买那张新的，因为旧那张永远用完，都不知道会放在哪里。买完之后就可以在旁边的增值机帮张 T-Money 增值。咁我每次增值嘅金额大概都系10,000 won到，因为我惊增值太多嘅话咧跌咗会好心痛。咁同埋其实10,000 won就等于港纸大概57蚊啦，其实已经够用一日嘅交通费噶啦。去完酒店放低行李之后，我哋就出发去明洞。去明洞第一站梗系去兑钱先啦，因为喺明洞兑嘅汇率都会比香港市面上兑嘅高。跟住5号出口出就会嚟到呢间大使馆换钱所，佢旁边都仲有两间嘅，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再兑。咁而家就讲紧兑紧港纸180蚊。这个简直是史无前例咁高的汇率，所以现在绝对是来韩国的好时机。兑好钱之后，就是时候找嘢食填饱个肚。今次我们来到明洞饺子，其实原本我是想吃神仙雪浓汤的，但因为已经执咗了，所以就唯有入呢间试下啦。我们嗌咗一份饺子，不过我觉得佢的饺子咧好像小笼包。然后就嗌咗一份辣嘅韩式拌面，佢啲拌面系绿色，系因为佢用海藻整嘅，然后食落去酸酸辣辣咁，几好食咁啦。至于呢个疑似小笼包嘅饺子咧，食落去我觉得就冇乜特别，纯粹咧冬天咁冻嘅天气，有啲暖嘅嘢食，暖下个胃系个唔错嘅选择。之后我哋就嚟到云大。云大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喜欢来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有很多化妆品铺，同时也有很多卖衣服的铺头，那时候是可以行足成日的。不过现在的云大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，很多铺头都已经执了，条街看下去都比较冷清。唯一比较多人的地方就是云大的停车场街，它在云大地铁站的2号出口旁边，仲系见到有好多卖衫啊、卖鞋嘅地方。如果想嚟行街，记得唔好错过啦。呢一间系我以前嚟韩国旅行都几中意行嘅铺头，佢叫做 M Playground， 入边都分咗几层，所以地方都比较大，卖嘅款式都相对比较简单易衬，价钱亦都唔算话太贵，所以个人都觉得几抵买嘅。然后我们就来到 Dasol 都是我过去韩国很喜欢行的地方，配合当时的汇率，相比起我们香港的12蚊店，韩国是劲抵的。然后那时 Dasol 和 Winnie the Pooh 有 crossover， 所以有劲多 Winnie the Pooh 的产品。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劲喜欢 Pooh Pooh， 所以我都买了很多 Winnie the Pooh 的东西回家。
童場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卡通，例如有 Cartoon Talk、Serial 和 Disney， 大家可以去到慢慢揀，相信總有一款會啱你心水。行完 Dazzle 之後，我們就準備出發去吃晚餐。今次我就上網找了一間任食燒肉的烤肉鋪，但是由於它的位置距離雲大就有點遠，所以我們就選擇了搭巴士去。落咗车之后，我哋就嚟到麻布区。咁由于因为我哋啱啱系喺云大出发，搭巴士会方便过搭地铁嘅。今次我哋就拣咗一间叫做山肉制造所，佢系一间可以任食猪肉同埋牛肉嘅烤肉铺。今次我哋就拣咗呢个26,900 won嘅餐，佢系可以任食牛肉同埋生牛肉。至于佢个餐包咗啲咩咧？除咗牛肉之外咧，呢啲生菜啊、洋葱啊同埋萝卜咧，都系平时喺韩国烤肉铺常见嘅配菜。另外仲会有无限嘅泡菜同埋大酱汤俾你哋添加。另外佢都有其他嘅放题餐，例如系任食牛扒或者系任食猪肉。咁今次我哋拣咗呢个就系任食牛肉。至于它的味道，个人就觉得一般啦，不算话特别好吃，也都不算话特别难吃。始终它的价钱，一个人150元港币就可以任食到牛肉和生牛肉了。今次的旅程，我还吃过一些更好吃的韩牛，下次再跟大家分享。吃饱之后，我们就回酒店休息。今次我就订了一间近首尔站附近的酒店，其实这间酒店和四个地铁站都很近，所以无论出入都十分方便。快出你的 room tour！ 今次我订的酒店是在 Agoda 的网订，平均是港至385元一晚。房间的空间都够大，可以同时间开晒两个 keep， 同埋门口有位俾我哋挂翻晒啲衫。跟住我哋就嚟到浴室嘅部分。今次嘅浴室系干湿分离，有一格系坐厕，然后坐厕都会选用咗电动形式嘅坐厕，十分先进。我劲想屋企都整一个咯。跟住另外一格咧就会系淋浴嘅部分。咁就會有兩個花灑頭，一個就 set 起咗喺天花板，一個就可以拎得起喐嘅。酒店亦都會提供拖鞋，床前都有張書台同埋一部大電視。噔噔，呢度就係我今日買嘅戰利品，分別有 Too Cool for School 嘅光影同埋陰影粉，附帶一支陰影掃，另外仲有支唇彩。第一日的行程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 video， 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